来看中华，中华为透早开始嘛是落大雨，花坛金墩街边啊这个水池溢出了，水溢到街路造成积水。因为这不是头一摆，所以讲附近的徛家是有够怨叹。另外的，万林市区山卡路、山中街嘛积水情形，甚至这个万林基督教平附近的水淹差不多超过到这个脚头。咱来看下进前画面，连线记者吴立安、立安，请讲。摄主播可以看到彰化园林基督教医院附近水已经积得很高，路边停的机车将近一半已经泡在水中，车子一过还会溅起大片水花，还有街道，特别是三角路以及山中街这边积水像小河流，因为每次积水都会灌入民宅，所以住户很担心。哦，他早那淹到内底嘛，这个不在后巷啊，就到这关渡就对了。无搁加起来，搁迄个下骹咪咧啦。从一早就开始下起的大雨，也在花坛金墩街这边酿成灾害。水池中的水满出来，到街道上，深度到脚踝。居民涉水而过也是抱怨连连。因为每次都这样子啊，然后都会淹到那边。淹到顶去。就是这边对啊。嗯。我进退两难，就不能出去。每次下雨，彰化这些路段都会固定出现淹水或积水，让居民很不满。虽然中午过后雨势有变小，但是水仍然没有退去，住户们无奈又生气，要地方政府更重视，赶紧解决问题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，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